是妞妞，我是妞爸，我是妞妈。我们今天要自己在家挑战做鬼灭之刃的马铃糖。对，没错。我们今天呢，跟很多很多 YouTuber 一起串联的一个 Hashtag 叫做“好家在我在家”。疫情期间在家能做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挑战没有做过的马铃糖。那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今天在家能做鬼灭之刃马铃糖的影片喽 ，Let's go！因为我们也没有做过，那来做做看哦。我们现在先需要一个蛋白，所以我要把蛋黄滤出来。有没有洗手啊？有啊。确定哦？哎，你的指甲那么黑啊，好可怕。那个是啊，不掉了。用麻利袋，因为我很废。我们现在加35克的砂糖，0.5克的盐。拌一拌，拌到颗粒不见，然后搅到蛋白变42度，好，43度，好，那可以开始拿起来，就不用隔水了。加上35克糖粉，哎，好像快煎了呢，你看，但是还是有点塌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分几等份，然后分颜色。先调一个肤色，黄加红，黄必须更少一点。再黄一点。因为我们的分量很少，我们就用三明治袋就好了。我们刚刚发现调的这么多颜色不够啊，所以我们又调了。我变法粉，我要做哈希拉。你要做哈希拉，可是我不确定有没有办法分这么多。我们调了这么多的颜色嘞，嘿嘿。我们就剪开。哦，好像可以了。修一下。我也没有挤过，哎，好紧张，不能太大。好，所以你要怎么样弄？就是下面是身体，上面是。对。那我已经做的太大了，肤色非常的棒，哎，很硬。变大了。你怎么上去啊？你在做史莱姆，一头一头。哎呀，怎么又出事？大便。鬼灭好像对我们来讲有点难。我们应该要做个什么天竺鼠设施？小肉小伙伴之类的。那是个大便，你看，你见过长脸的大便吗？哈哈。你怎么画那么丑啊？这是一窟窿。啊、我做的好丑啊！觉得你还是画简单一点的图案好，因为第一次玩这个，你没有办法画到那么东西。我画得很好啊！假的。那 Let me see see 这是什么？我很努力了哎、欸，我在做这啥我也不知道。他脸到底在哪里？我真的是看不懂。脸在这儿。我脸很丑哎、欸。那你还说我？但我做的是趴着的。这黑色实在太稀了，是很像拉稀。你不要逗我笑。哎呦，我的眼睛画崩了啦。那就崩吧，拉稀，拉稀，拉稀。这什么鬼啊？还有他的口罩，希望这黄色不要塌，不然他眼睛就塌下去。我画个胎记在这里。哎、欸，真的很难呢、欸，看人家哦做好像很简单呢、欸。啊，你看，哎、欸，为什么眼睛那么可怕？好丑哦。没关系，我再把鱼子加上去，看看可不可以有的救一下。你那个是什么啊？哭吗？哎、欸，我都觉得我的颜色至少我看得出来是炭治郎，好不好？我看不出来。出来！出来！拜托你不要毁，你真的很坏耶、欸！在破坏别人的作品，好不好？又不划算了，你看。我发现我们是脸的蛋白霜太硬了，你看这个都不会呢。你给的我无敌的嘴。因为我没有办法调黑色，所以他们的头发都变咖啡色了。然后没豆子的衣服外面有这个吗？一件雨织。对，啊，我很怕，很怕，我很整真，很怕脸会失败。我不敢再加了，天哪！不好，好像这样子还可以啊。那是什么畸形种？那就是什么畸形种？我现在来画善意哦。我这个脸怎么挤了？你要这样慢慢的加。我说你那是 K， 你要画素颜哦。没有，我要做善意。什么时候听到叫做？我耳朵聋了。那奶油刚刚放屁了。我觉得我们第一次做太复杂的图案。啊！哎，他的眉毛不是黑色的。啊，不是，那在上面是眉毛，在下面是眼睛了。我都看不出来了呢。他没有身体，我就觉得怪怪的，怎么没有身体？原来是因为我忘了做身体，很像酷猛的身体。虽然丑，还是要把它完整。
好了，好像穿上雨织之后比较知道他是善意。他的脸烂了啦。Inosuke 的刘海没有染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好了，我居然不记得 Inosuke 长怎么样。但是痘痘眼比较不容易失败。这是他牙齿。身体一样肤色，我刚刚为什么没有挤？可怕哦，为什么身体这个样子那么的不平？要画出肌肉的线条吗？我觉得好像会失败。妞妞越画越好了呢，是这个颜色吗？对啊，你要像这样子一条一条画，有点可怕。它的花纹是怎样的、啊？我忘了。那中间一条，然后旁边各三条。这样子哦，好像太粗了。是哟。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慢慢画呢。你如果画太快的话，就会失败呢。中间的字就目的了啦。可以画出字。嘴巴好难画哦。这样子好了，怎么看起来尿布一样？这样子，脖子还有两条哎，这怎么画的、啊？他没有脖子哎 ，sorry。这样吧。什么？真的可怕。他头发很难。蝴蝶很好。完了完了，我画毁了，怎么办？我救不了你。好像还可以救。你是在画无惨的帽子吗？为什么这么看起来这么不像蝴蝶？绿色的下面。啊，绿色在下面哦。应该是，我没有说错吧？哦，绿色在上面。哦、，no！ 到底上面还是下面？我已经跟你讲，雨织画出来就会把气氛像了。好了，远远看还可以了。为什么在画了一堆走错棚的东西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看漏机啊。我拍妞妞画了啊！不要拍我，拍你，我帮你画。No， 我看到官方图了。很累啊！谁举报了吗？拯救一下他，一个点表情，这样子还行。白色，我先想一下，他这边是有白色是不是？他队服是绿的。没有啊，他的那个外面不是白色的嘛，然后他的这个下面是黑的嘛，还是要修一下，不然的话他太丑了。转过来，翻白眼呢，像泼妞一样的，有点可爱呢，有点可怕。哦，真的，额头还有一条，哇，好复杂哦，他。好了，旁边那一个也顺便有了。那嘴巴好了，就这样了啦。还有谁没画？胡子呀。哈迪大人的头发很难画呢。哈迪大人的衣服怎么画？你一直在哈迪大人的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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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迪大人的。我又来了。还有专师专使亮晶晶。啊！可能是不妙的事发生了。这样子呗。胡子还没结束。他这边有手。你知道你刚没有画手吗？就是雨织就都挡住了、啊，等一下补一下他们的手。你看我的都好好的，有手有脚。你看我的哈迪大人有点可爱。还要画 Gilme 是不是？对。那你就画那么多只之后，有变得比较会用了吗？并没有。有人喜欢 Gilme 的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通常都没有人留言，我每次问。通常都没有人留言，搞不好这是有一个奇迹发生。很快有人留言喜欢他吧。哎呦，这个太稀了，他头发一直延伸出去，变得奇怪。哎呦，他刀疤画太粗了。What's this? Wow！ 我救一下，我救一下。他眼睛是白色，对不对？对，翻白眼的。谢。翻个白眼吧。我看人家都是用这个东西这样子，就变得很顺，为什么我的不行？然后他嘴巴是这样子，雨织是色吗？我那时候调的是这个，是这个绿吗？哇，还有佛珠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我的完成了，等一下拿去烤了。你的呢？我看妞妞的作品如何？为什么还有字啊？我写的。在写什么？我画一个米字力看看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画。好。然后头发粉色。脏了。
好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要拿去烤了哦，这就是全部。然后妞妞，你在画什么？你在画什么？雪卷吗？这个吗？那旁边是什么？他大了大便。床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们要拿去烤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拿去烤。你可以吃这个冰饼哦，啊，它变硬的了，你看，看一下，滴完吗？嗯哼。然后我看一下你的衣黑，你的秘密，拿得起来吗？拿不起来，好可怕，有点恐怖。哦，太厚了吗？湿的，呀克。怎么亚克啦？你就弄太厚了嘛！哎呀，亚克！哎呀，头发断了。啊，看看你还要做谁？这个义勇为什么头掉下来了？你看抑制住，我觉得抑制住我也很喜欢。然后善意的脸有一点点的失败，可是看得出来是善意。很可爱吧？你看我就说、然后米豆子。的那个表情，好吗？然后这个是，那我的飞天蜜梨呢？等一下，这是炭治郎，这个是阿卡扎。你看我想要这样子叠，那现在下面黏黏的，不能叠。你要试试看看嘛，我们第一次做，第一次打那个马铃糖，是这个好了，是啊，那就是成功的。如何？脆脆的吗？跟外面卖的一样哎，跟外面卖的一样，所以我们的配方是 OK 的。为什么你的大哥做的看起来像面包超人？那是他在吃面的。这是什么？雪卷的大便。你看，他还没熟睡呢，这他的床。哦，他的床啊，懂吗？他现在没有床，他睡在榻榻米上方吃他的大便。很成功哎，这拉稀。那我觉得做的蛮久了，我们今天做了一整天。嗯哼，你看还好我在家，就是因为现在疫情不能出门哦，所以还好我们在家里面，然后花一整天的时间做了马铃糖。我们今天都没有出去。对啊，因为防疫的关系，所以大家也不要出去啊。好家在我在家。对，好家在我在家。然后我们就一起做甜点，第一次挑战做马铃糖，没想到我觉得算是成功了。大成功。对，所以就是也是呼吁大家，因为现在疫情啊，不要出去玩，就是不要跑出去，可以在家做做甜点，我觉得也非常的不错。就是要待在家里面这样子，然后台湾加油，希望这个疫情能够赶快恢复。大家可以像我们要待在家里做甜点，超好玩的。然后要勤洗手，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。马铃糖保证花掉你一整天的时间，对，你就不会觉得无聊了，就没了。而且做起来超有成就感的。对。但是你觉得？你们可以从早上做到下午，对 对, 對，然后吃晚餐这样。对对，然后这个就可以端出来当甜点，刚好就一整天了。可是这个太甜，然后这做好可以自己慢慢欣赏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，如果觉得我们做的有成功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哦。我要在最后给大家欣赏一下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好，妞妞的雪卷睡觉。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喜欢哪个。这个蜜梨现在不能动，因为它太黏了。这是妞妞做的衣黑，我的 Inosuke 善意豆子单季喽，三哥，三哥，阿胖胖，唯一的鬼，你看，面包超人的大哥，他不是唯一一个老师，他不是唯一一个鬼耶，义勇，他不是唯一一个鬼，那只口也是鬼，哦对吼，啊、你的秘密被边缘在这里，啊，不边缘了，两个被边缘了。这真的好好玩，我还想做。下次我们来做立体的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做这种立体的。
大家也可以在家做做看哦，保证花掉你一整天时间，对，就不出门了。好家在我在家耍废，没有，我们做了很可爱的东西。对啦，这都吃不完冰箱吗？因为现在疫情相当严重，所以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，回来的话一定要洗澡。没错，这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。回来家里也赶快洗澡，就赶快洗澡。出去外面的话，记得下载台湾社交距离，或者是在 LINE 上面搜寻吉管家。没错，这两个 APP 你都可以了解、追踪到人有没有跟人接触，或者是可以得到相关的防疫措施。记得好好的做好防疫，我们才会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今天影片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再买点，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包着，然后隔天就看电视耍废吃这个，然后保证你要花掉一天，那你就这两天就不用出门了呢，那就变胖了。可以在家做运动啊。嗯，对了，然后牛妈就是在家一直念，做运动。